你什么时候开始弹那个 Bach 的？我是在美国的时候，在美国那时候，没有地方住，所以住在人家家里边。他家里人家嫌我烦，整天练琴嫌我烦。但是我发现，等我弹 Bach 的时候，他就不说我。哎，我想我得找一个 Bach 的曲子，精炼的时间长一点，这样我可以在琴上坐的时间长一点，就这么开始了。走，爸他很懂得谱，他的音乐非常朴素，非常深沉，从来不让人觉得很舒服，能找到平衡。我要给我们这一代人争口气，因为你们都知道，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书念，没有音乐厅，没有学上，十年没有学校，所以我想。我回去以后要给我们这代人争气。对。